军中的热情是迄阵已经足盲目啊！哎、欸，看一个韩国的都已经，大家都已经抓袂掉啊！即马个一个韩国的秃子、汉子、个燕子拢来，所以大家迄款的热情吼、哦，足亢奋啊！现场足兴奋啊，足惊讲吼，伊看无到，所以我就感觉我即场刷了，第张刷当然吼、哦、真圆满啊，好佳哉，大家也遮热情。我妈讲啊，安尼应该安心嘛，吼、哦。结果无法度满足着遐尼侪人，遐尼侪人哪有法度大家拢看会到？看会到韩国如看到？要求再办一场。我、啊、当然伊就安尼啊，我要昨暗我就起来录一场直播嘛。我昨暗伫遐刷坐5:48的要转来，我坐伫6A的位啊。我坐好了，有一个小姐吼、哦、坐落来就对了吼。哦看到我吼，险哮出来。我讲啊，你啥呐？伊讲你，伊都无讲，怎摕手机啊？我看，伊讲你看，伊翕足多相片。伊讲我都无法度含你翕着吼，啊，都徛远远，甲恁翕着对。吼，翕恁着对。我讲安尼哦。赶快跟他自拍啊！哦，对，我讲安尼，啊，伊就传给因朋友讲吼，伊拄着谢龙介。因比如讲，啊，你毋着趁即马紧翕吼，所以在你翕啊，安尼翕翕的。你看，伊坐高铁落去台中落去，参加了佫坐高铁的。伊甲我讲安那，我伊要坐高铁落去拄着江启臣呐。吼，伊讲啊，我你敢是要去台南迄落谅解啊遐？伊甲讲嘿，伊讲伊足想要甲讲啊，我敢会当搭你的便车吼，先煞去了对啦。所以你会看讲，伊虽然台中来的。我问讲，啊，你在台中，啊，你遮尔啊，甲阮支持，啊，你敢有？你敢有朋友伫台啦？嘿，伊讲有啊，阮同学啦，阮啥人吼，啊，阮阿姨吼，我拢甲因叫因吼爱支持你。所以说就是，因即摆因嘛知影，投票率也无悬，咱就真不利啊。